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再往前面发育，一定要发育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马上就到。全军出击！平衡终于一切。啊，去你 F 六发言啊！那肯定有眼。嗯，没事。小心，我去不了。下面的少条线你能吃吗？那这边下路能有线圈的，算了吧。这有点难受啊。嗯，那就不吃了，一个跑道线而已。知道了吗？哎，还没抢到。都能抓吗？心好酸。还有点啊，没算了吧。打不掉了。走走走，兄弟。我没什么伤害现在。能打吗主播？来来来。来是。Nice。这不他们交闪现了吗？啊，交了。慢慢打吧，反正你也拿了一个核桃蟹的。算了，好像被越了。反正我们不能去，我们去我们要炸的。说实话，艾克在。我来，我来。
你这能去吗？哎，来来来，哎，莫言，那啥不，这给我秒了，太离谱了呀，莫言。哎，我秒表差个两三秒。他直接走，你能杀的？哎呀，血亏！我操！他放个 W 直接后退的。嗯。能帮我靠一下吗？他今天有 TP。杀掉吗？没闪的。嗯。主要是对面梦魇带回能去。梦魇没大的。我这边不太强。不够厉害，我现在。你小心啊！快大招可能快好了，我也能来，你刷吧。莫他那个艾克没大招，可能不敢过来了。一波吧，这小龙能打吗？我感觉可以，我也金丝可以卖一波。你等我出来吧，刷点钱。大招，算了吧，我觉得不太安全。上了位的塔可以放了，我觉得。
你多少钱啊？2000。可以。别的票飞很多。我现在没地方去了。难受。450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能杀吗？肯定不行。难受吧。木也好，还有闪现的。电机没闪，他们拉克斯交闪了吗？应该没交，飞机交闪了。快，你快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，我回家出来，我可以 TP 了，这龙要打。可以不用听了。来了，都没大招，他们俩。裂开了呀，他一丝血。可能会被飞。不是，我目前还打不过梦魇。你下路了吗？可能一滴血清来个重伤，怎么死了呀？
打不过。买这次没啥了，有机会啊！平衡中，可能大脑得放个眼了。哎，这些没闪现，我俩能来杀剑姬吗？我一去他们大笼子，大笼子快。行吧，我有 TP 了，你们在那边。剑姬有魔抗，你微不足道，一无是处。古龙，哎，我捡到剑了，捡到个叉了，我操！哪个黑屏了？你们杀吧，兄弟！杀！你们打了，我去追。大龙能打吗？能打。我说我点错剑了，我操！还好没出事。我推个塔，你们赶紧去大龙。我推了就过去了。快来！我操，今天有气的话我们打不了。我来了，打的速度快不快？打我们打的慢了，不慢，好热。走，别浪，给我走。16级，我放一半，现在也不用等16，我们可以直接打的。我等16稳一点吧。那也行，翻也才能过了，有大狼 buff 很舒服。我想着带黑不，你们不会被开吧？应该不。这块带你们被开就炸了，你跟我，我一波限16级，还不死，再死，B
逼了逼了我。你逼了，我先偷人。他们好像都在上。我也去。能打吗？梦魇不在。中路吧，正面吧。直接来，直接来。不然我继续带，我上次带过来，我来了，谁被开兄弟？你们能攻过去？没什么视野呀，我操！我冒着了，你觉得真要了吗？不然，我冒着了。来了来了，我来了！哎，他们好像要开我们！我踢！帽子了！可以打小龙了！你无妖，我等你一下。下边有闪现。集合吧，你先把这边视野弄一下。我这波不好带，我买个药水吧。你别被开。直接打他们，只要我不上头就赢了，我上头就可能会进行送那种。直接打，我把下路先带过去，他们很难受。我怕被抢。我在这，我也被抢了。来吧，没谁了、没有我们啥事儿了，没你没啥事了，还好大家都会有用，你前期优势挺大的，但死了两次就很难做，不是我们发现你的同事变成肯定得给他了。